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农业成功呢，是技术重要还是产品？这一个课题，很多很多人都一直在争论着。但是今天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了，到底是哪一个重要？很多人说是技术，技术就可能包括种植的技巧啊，怎样去种苗啊，怎样借枝啊，这些东西还是产品重要，因为你没有产品的话，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哪里可以种得起嘞？但是我在还没有回答这个之前呢，你一定要知道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知识。当你这一些知识你已经融会贯通过后啊，等下我跟你讲的答案呢，其实是呼之欲出了的，其实很简单了的。OK，好。其实农友要成功呢，你必须要明白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很重要，每一个耙的泥土、环境、排水、天气和树都不一样，你同意吗？你的耙和你的朋友的耙和你对面的耙其实都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在这几个星期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哎，Jordan 啊，你讲的27课哦，其实这些课程呢，全部加起来的话，你真的可以做到很好很好的一个课程，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要做一个线下课程给很多人都祝福到呢？其实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吗？因为每一个巴的泥土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排水不一样，天气不一样，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啊，我可以跟你讲啊，课程啊和示范员啊。”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安排的课程是在我这边，你听了听了，哇，过后觉得很热忱，很热血，要回去你的吧，你发觉到，哎，这么不一样的，因为环境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听过很多很多我的农友啦，他们上了很多课程过后啊，他们还搞到一团糟，他们就问我。那个老师不厉害的，那个大师不厉害，其实不是不厉害，是环境不一样，天气不一样，树全部都不一样啊。所以听课程基本上只是理论，真正的其实真的比不上实地考察。所以我们科学种植啊，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去做课程，我们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做示范员，因为我们觉得实地考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了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坚持要去你的吧看，因为我们不想你真正的听了过后，最后不能在你的吧实现的。所以呢，如果以后你真的要参加课程，哎，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老师做课程的，其实你要参可以吗？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参了过后，你听的东西未必可以用在你的吧，除非你又给他多一笔钱，他每一个月可以来你的吧帮你跟进啊，你这样你就会得到最好的东西了。但是很多人都不舍得，他以为上了一个课程过后就可以以后顺风顺水了，全部其实错了的。课程只是一个开始，但是真正最重要是什么？是跟进，是实地考察。所以当初我们科学种植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选择了这条路。我们不做课程，我们做实地考察。而这个线上的课程基本上只是给你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帮你什么？我们要做的东西是什么？这样不了。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很多人就问，这样为什么你的课程也是不用钱的？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的资料都是从农友那边拿回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做什么？取之农友，用之农友，我们给你 free 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课程很多人听过了，他们都知道了。我们的课程每一个要点呢，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你听看这个课程，你觉得值多少钱？但是为什么我们免费给？因为我们很感恩，我们有一大批的农友，他们把这一个资料给我们。所以科学种植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给的技术，其实很多技术的贡献者其实就是农友你们。所以科学种植其实可以讲说是属于大家的，它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的，或者我们公司的，都是大家的。所以我们相信啦，只有持续的跟进，才可以找到你的八的成功方程式，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如果没有跟进，根本我们找不到你的八的方程式的，因为你的八你是在那一边，如果你没有跟我们配合的话，我们怎样找到一个你最好的方程式来做？方程式是包括很多的，包括肥料啊，包括药啊，包括这个修枝啊，包括填土啊，包括排水，很多很多的。总之呢，每一次我们跟进啊，通常都是要帮你提升，到有一天你找到你最成功的方程式为止。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还有一个东西，龙有名，最后忽略了的，专注力在哪里，给力就在哪里。这个很重要。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专注的是种榴莲，你的力量，所有的你给的力量都是在种榴莲，这样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理环境，你没有去管排水，你也不想去知道排水，你也不想去知道有什么感染的源头，因为你的专注力在种榴莲。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种榴莲都失败，都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只是专注榴莲不了，他没有想到周围可以去影响到他。所以呢，我们科学种植的专注力是在你整个八，是在你八的附近的整个环境。所以这个很不同哦。你看啊，很多农友他只注重榴莲，但是如果山洪，如果水灾，他整个榴莲八就完蛋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科学种植的目标的专注力是在你整个八和周围会影响你的八的东西呢，我们就会告诉你，原主，这个有可能会影响你，所以你要减低那个杀伤力，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呢，观察力呢也会决定成功，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专注在哪里，你只是注重哪里。好像很多人种榴莲呢，他只是注重飙芽飙芽飙芽，他没有去管其他的了，他没有管到蛀星虫是怎样的。如果蛀星虫来，一大堆的蛀星虫来烧掉你的疤，你的疤整个都完蛋了咯，还讲什么种榴莲。所以观察力一定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决定你的成功。所以科学种植的理念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八个基础的。所以今天呢，我从这一个科学种植的理念的八个基础 来解释给你听，到底是理念重要，产品重要，还是技术重要。这样你就会明白了的，为什么科学种植理念呢越来越多研主一直的进来加盟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什么重要。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严格上来讲，技术重要吗？重要。产品重要吗？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理念把它全部东西连接起来融会贯通的话，你就算有产品，就算有技术，也是不重要。所以理念是很重要，把它连接起来的。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把汽车的轮胎给你，汽车的 engine 给你，汽车的 steering 那个方向盘给你，我全部都给你，但是你不懂怎么把全部的东西连在一起让你的车可以走的话，这样你就很大问题。就是说我把你所有的产品给你，我给你技术，但是问题理念就是要把整个汽车可以连接到可以开动为止，这个就是理念。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听说，哎呦，台湾的种植很成功，中国很成功，全部很成功。为什么？如果你细心的去看，他们不是在讲产品，他们是在讲一个理念。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如果要成功，我们一定要明白到理念带领呢，我们才不会东做一点西做一点，最后周身刀没把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由头到尾带领你的理念。而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科学种植理念的八个基础。如果你觉得这个基础你喜欢啊，这样你就联络我们，我们就会帮你怎样去走科学种植的理念。首先呢，很重要，排第一位，你要跟对人。因为呢，在这个 market 里面呢，市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专家，我并不是讲其他的专家不好，但是你一定要跟对一个，
不可以说这边东东跟一下，西边又跟一下，这样你最后呢，你会很难。如果要跟对一个理念的话，你要归零学习，就是说你要把以前所忘的东西、所学的东西全部忘掉。你知道吗？归零学习都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归零的话，你永远啊不能走一个理念的。可能你说我买产品可以啊，我不必归零啊，产品不必。如果你说我学技术，我也不愿意归零啊。但是如果你要跟理念，你一定要归零，因为理念呢就好像所有东西的基础，就好像例子，又给你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呢，小学我们有读科学，有读数学，有读历史，有读地理，但是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是语言。如果你连华语都不会，这样你怎样去学这些所谓的技巧呢？所谓的产品呢？所以呢，理念是基础，所以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你只能跟一个，你不能说哦，今天我要读历史，我要读马来文版，明天要读英文版，后天要读中文版，这样我跟你讲会搞到你很乱。所以理念就是，如果你要很容易的解释，就是好像一个语言这样，你要跟对一个语言，你学习你的母语啊，这样。所以你要归零学习。 OK， 市面上呢其实啦有很多的不同的供应商，你要怎样知道哪一个供应商是适合你的？ OK， 好像我给你一个例子，一种供应商呢是产品导向，一种供应商呢是假理念真产品，一种供应商呢就好像我们这样的科学重视理念，很注重理念的。 OK，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OK， 产品导向呢是这样的，他很注重数。如果你是种榴莲啊，他就跟你讲榴莲，他介绍你那些产品种榴莲的啊。如果榴莲什么问题，他就介绍你那一个啊种榴莲的啊产品的问题怎样解决啊，这样。他不理其他了，他对他来讲环境不重要，你那边有感染源头不重要，他也不会去看你的疤了。他很注重什么？写单。你知道我这次呢，我去到印尼，我去到东马的时候啊，很多原主啊，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吓到一跳，他说：“哎，中了邓了。”其实啊，我联络张小姐的时候，他讲要定来看疤，我以为你们讲不了哦，因为很多人我们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啦。很多供应商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要不要写单，我寄给你，他们从来没有去想要看疤的。那我也问张小姐说，哎，看疤要不要钱的？我没有钱给的哦。就张小姐说不用钱的。哇，他就说这一种啊一定是什么读书读坏脑了啊，为什么哪里有做赔本的生意了，来到这样远看到我的疤，如果我不买的话你不是全部亏本。所以产品导向的这一个供应商是不会去看疤的，他基本上是注重写单罢了，他不理绩效，就说有没有效果不关他的事的，顾客越多越好，有杀错没放过的这一种的。 OK， 产品导向的也不会跟进的，他很多时候叫你跟着他罢了，他没有去教你智慧的，只是一个买卖，好像你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罢了，这样简单罢了。他会根据龙友所描述的情形来解决征兆，这样不了。所以龙友，你如果你去找一个产品导向的，你不会去解释你的植物的情形，这样你一定会买错产品，等下买错产品过后上诉又没有效，你知道吗？很多很多啦。我去看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太阳椅搞到一些叶子呢它烧焦了。 OK， 所以这一些呢太阳椅烧焦的呢，龙友呢他就不会解释，他会直接 跟那个产品的供应商讲，哦，我的叶子 烧焦了、啊、你看他不懂是太阳椅烧焦了，他就去跟供应商讲，哦，我的叶子烧焦了。所以产品导向的那些供应商就给他一些菌虫药，这样你觉得有问题吗？就用错了。有一些是叶子一圈圈那个朱古力色的点，其实那个是根的问题来了，但是那一个龙友呢他就不懂，他就说，哦，我的叶子有一点一点的朱古力色，那个产品导向呢就跟他解释了，哦，你要这个也是种菌鸟，所以你要用菌药，他介绍给他几种，他去另外一家呢又介绍给他另外几种，所以搞到他最后呢他用了很多药，其实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他解决征兆，他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而我们科学种植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教我们的农友什么是太阳雨造成的，
什么是菌造成呢、啊？什么是根的问题？什么的？其实它都会反映在叶子。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话，你不懂去解释给供应商的话，这样你一定是买错东西啦。所以你不可以怪那些产品导向的供应商卖错东西给你啊，是你不会解释罢了吗？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学习的空间，他们没有，他们很多农友呢，他们是自己也是产品导向的，他们觉得是做农啊，就好像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罢了。不需要学的，我的已经很厉害了的。他所以他会为什么他整天都买错东西？过后呢，他的树又没有多产，又很多病。过后呢，就他用方式来强逼树开花结果啦。告诉你树开花结果过后啊，他不理说，哎呦，那个树很伤啊，伤了元气啊，等下枯枝啊，等下整棵死掉。很多研究他不管的，因为他跟的供应商是产品导向，而他自己的思考也是关系到产品导向，所以很多时候产品导向的原主和产品导向的这一个供应商就大家一起配合，最后越来越糟。 OK， 什么叫做假理念真产品？ OK， 它是这样的，很多假理念真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注重数也是不如理其他了。他会跟你讲，哦，我开一个课程教你怎样种榴莲。 OK， 课程有可能是1000块啊，一天还是两天啊，这样罢了。他只是教你种那个树罢了，他不理其他的，也不注重环境，感染源头也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当他卖了课程过后，他会卖产品，他也不会去跟你看吧的，顾客越多越好。如果你要我跟进呢，你要付费的，没付费就没跟进，看来上课完了，买产品完了就拜拜了的，跟进是没有的。所以呢，如果你呢，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是去上课的人，很多我的原主都发觉到上课完了过后，最后那一套东西其实在我的吧是不实用了，因为我一开始都已经跟你解释了，因为课程的弱点就是他的对象，他的地理环境都是他的附近，他没有真正的以你的吧来做一个考量的。所以呢，他很多时候他也不会真正的，因为他没有去到你的吧嘛，他也不知道你的吧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他对你的吧也不了解的。所以你讲什么他就告诉你，哦，应该用什么药。过后呢也是一样的，墙壁树开花结果也不理后续的。 OK， 现在你大概知道了有两个分别了嘛，对不对？科学种植的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八大科学种植的基础，我们会选择看吧去解决感染的源头。我们也在看吧的时候呢，给你知道为什么你的问题会出现。你知道吗，产品导向和假理念真产品呢，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看吧。所以呢，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人家问我，你看吧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很麻烦呢，还要陪你去看吧。我从来买东西，我从来没有去看过要去看吧的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感染源头没有解决，这样就很大问题的。因为如果我卖给你我的产品，你用了，因为感染源头没有解决，感染源头继续的感染你的其他的树，最后你就会发觉到，哎呦，好像我的讲就天下无敌的产品麻麻不了呢。因为什么？因为感染源头没有解决。感染源头是这样的，它是不好的东西，它一定会去伤害你的树的。如果感染源头没有解决，有可能我的良菌 50% 要去打你的坏菌， 50% 才是壮树，这样你拿50分不了哦。但是如果感染源头你解决了，再用我的良菌的话，这样 100% 就可以壮树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看吧了最主要目的呢，就要看你有没有感染源头，这个很重要。还有第二，我要看原主的心态，原主的心态非常重要。如果他的原主心态呢，他只是要买我们的菌呢，因为什么凑热闹啊，现在流行啊，就大家一起来做不了啊，他这个我们不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种人呢，走不到科学种植的。还有一些原主呢，他是这样的，他不能归零哦，这个也不能，我们也不能
所以很多时候啊，有一些原主啊，他真的吓到一跳了。有一些原主呢，甚至很不爽我，他觉得你的人莫名其妙。我要你来看我的疤是解决我的问题，你竟然跟我讲你不要做我的生意，哇，这个真的很奇怪。他有一些原主还要说服我哦，他说你飞到这样远来，你不做生意，你做生意一点，我给你生意 OK 的，我要试一下，至少可以帮补一下。我说不需要，我们有60个国家的市场，我们根本不需要你帮补我们，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要走科学种植的顾客。就算你的疤啊，我告诉你，如果有一些原主他误会的嘛，我们装的灯是做那些大的原主，对，我有很大的原主的顾客，10000个 EGA， 我有5000的，我有2000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最小的 EGA 的原主啊 0.5 EGA， 所以你不可以讲说是大和小，我 0.5 EGA 我付出的心力时间跟10000个 EGA 是一样的，很多原主都可以见证这一个。但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啊，我去到一个疤的时候，如果原主的心态不对了，根本不能。我知道这一个 project 一定失败，我不要做坏我的名字，我也不要那个原主呢伤害到他自己。例子，我有一个疤，我去的时候他的疤是918来的，很斜很斜，他要种榴莲，我就跟他讲不能种，你放弃吧。你知道吗，他直接啊觉得，哇，你到底是什么人来的，很奇怪的哦，我来是要你解决，你竟然叫我放弃这个疤，叫我买了几千块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因为你的疤太斜了，根本不能种榴莲，所以我宁愿给他讲我也不要去做。因为我说我来这边我没有收你钱，第二呢，我觉得你的不是，我就照实跟你讲。所以有一个疤呢，我去看的时候，它这的疤呢，每一次都是地下水大概一扯就有了的，一扯啊，你挖下去你啊，一扯就有水了啊，怎么种？我就跟他讲不能种，他说庄老邓你要赔我啊，我这个买几千块到几万块的地啊，我说我没有办法，你另请高明吧，我没有这个本事可以帮你，因为对于我来讲，科学种植八大基础我一定要符合，因为我知道如果地下水一扯的话，你根本是不能种的。你要种榴莲不能，你种其他的啦，种椰子啊，种香蕉这些还好，不要种榴莲。他说我一定要种榴莲，你是专家，你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给你钱，你知道吗？我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这个 project 注定 fail， 我不会做。他说我起箱可以吗？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也不长久了啊。等下你听到讲，我会讲到起箱这一个部分的，也是其中一个原主给我一个例子来的。OK， 所以呢，我们科学种植的是怎样？是免费跟进那个效果，你不用付费的，是免费跟进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要帮你找到你的疤的方程式，同时间我们也要你的疤的资料呢来融入我们的大数据。我们的大数据越来越多原主的话，好像马来西亚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000个原主，1000个原主的资料，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以后人家问我，哎，庄老邓这个可以做吗？我看到1000个原主的话，他们大多数都做得成功，我就会跟你讲 OK 这个可以做，因为成功。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科学种植真的是凭空想象的一些东西，其实一开始我们会给你第一步，但是我们很多原主都会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最后做到让我们知道，哇，原来这个步骤是可以可行还是不可行的。 OK， 所以我们科学种植呢，我们也很强调免费上课。你看我们放射也上课也不收费了，其他假理念真产品他们都要收费，我们都不收费了。而且我们呢跟进的时候啊，其实每一次去扒的时候啦，其实是要把我们的技术和智慧转移给你，因为你在线上你听的是理论吗，但是我们去看你的疤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试地了，教你怎么去用，教你在群组里面呢，我们也教了，我们每一个原主都有一个群组的，我们呢会教你治标治本，而且很伸缩性的桩树呢，我们会达到开花结果这些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树开花结果不是因为催花催果的，
它是壮树，所以每一个园主啊，通常啊，他们都会拿出一年的时间来学习我们这个科学种植的理念。所以为什么一年之内我需要你归零？归零过后，你就会开始明白哦，原来这个智慧其实对你来讲啊，你免费得到的吗？你可以学到最后啊，你就变成一个大师了咯。一年之内 ，OK， 你看啊，很多人就问我，这个是问问题了。他说我不能跟住 ，OK 吗？OK， 他说我很想走科学种植，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科学种植的标准这样高的哦，我不知道能不能跟100%哦 ，OK 吗？啊，我就讲 OK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科学种植呢是这样，它如果你跟到住呢，你拿100分；如果你跟不住呢，可能你拿80分；如果你再跟比较差一点呢，你拿60分，但是总比你现在好，明白吗？所以你不用一直跟住了，因为好像考试这样的嘛，有一些人一定要 A 哦，要好像 SBM 考全科 A， 有一些人不用的，他说啊 pass 就够了了啊，所以是这样。其实我们会在你的八的时候解释给你听，你跟最好，你跟不到不用紧，因为为什么？你不要就不要跟，还要拿100分啊，这个就不能啊，对不对？过后呢，有一些人问我，单单用良菌一个东西罢了，我说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科学种植不单指良菌呢，所以呢，有一些人说，哎，这样我去买良菌来一样吗？我说不一样，科学种植其实并不是良菌，你明白吗？良菌是一个产品，科学种植是一个理念，你这个科学种植的理念只是用良菌这个部分。一个部分占的几，有可能100分里面占50分，但是还有另外50分，我们是以技术来补这一个良菌的不足，你明白吗？所以当然用良菌，你最多拿50分哦。所以呢，这一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明白 ，OK？ 因为良菌还是一个产品来的 ，OK？ 过后呢，啊，这个就是很多我遇到的园主，当我拒绝他的时候，他都跟我讲。你来看吧，应该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叫我放弃。我相信在 YouTube 呢，很多很多，我跟你讲，很多在我的 YouTube 留言啊，他说啊，说的你来看，上次来看我的吧啦，其实我真的很伤心啊，你叫我放弃。但是最后想想呢，好像是也是对了，长痛不如短痛，因为如果真的勉强种下去了，种榴莲下去了，我看我不知道要烧多少钱，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啦，很多园主一开始。我拒绝他的时候，他们真的很火滚，但是最后他们找了几个名师，最后呢也种不到，烧了很多钱过后，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的我明白了你当初跟我讲的，因为如果你是居心不良的人，你也应该卖我一些东西，你也是要赚一些钱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你拒绝，因为你的本意其实是替我想好好的，你知道吗？我有很多 YouTube 的留言，很多他们 WhatsApp 进来的，很多 email 进来的，都讲说最后是感谢，但是感谢是一年过后，有些是两年过后。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当初我讲的是真的是一个忠言逆耳。其实我真的不想看到你继续的走下去。如果你的疤是根本走不下去，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看了很多疤。我很多原主都是很支持我的，做了很多的试验，我们知道你的疤不适合，我才会叫你放弃的。但是不用担心，你如果还没有看到你的疤，不用担心，放弃的疤成率不很高了，大概5%罢了。OK， 第二的基础概念，你知道动物和植物的分别是什么吗？你知道这个呢？我们小学的科学的课本都有来了，好像我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或者你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你去看他的科学课本，他会跟你讲的，动物和植物的分别是什么？动物的身体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是不能制造食物的，所以我们要吃东西。植物不同，植物是由叶绿素透过光合作用，它可以制造食物的，对不对？你不记得，或者你不懂，你去问你的孩子，你问你的孙看。我看你的孙女孩子还他可以跟你讲，对哦对哦，阿公是哦，植物可以制造食物了。这样我就问你了，
这个概念很重要了嘛。如果植物可以制造食物啦，它可以自己制造啦，像你的肥料拿来干嘛？这你不是很浪费？这你不是烧钱？你没有想过？你知道吗？植物透过光合作用，透过叶绿素，它制造自己的食物。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森林有很多的树丛，你有给它肥料吗？叫它每一天吃什么？它可以这样大棵，你看它这样大棵，它的树叶这样多，它的树丛这么大棵，这样它需要的食物的分量应该是很多了嘞。这样它吃什么？你告诉我，你有给它施肥吗？没有。很多人说，哎，它叶子掉下来啦，它的那个横枝掉下来啦，树干掉下来啦，树枝掉下来啦，变成植物，变成食物给它。我说错，那个叫做腐殖酸，你几千年过后才会变成食物的。这样它现在吃什么？有想过吗？这个两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植物可以制造食物，第二，森林的树到底吃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是这样的，森林那边呢，因为没有人喷农药，你那边呢就整天喷农药，没有喷农药呢，它地上呢有很多的良菌，这些良菌呢，它会去找营养给那个植物吃。营养，我不是讲肥料，你听清楚，它会找营养给那个植物吃。当它的营养吃了过后，那个植物它吸收到那个营养过后，它就会叶子越来越大片，很多叶绿素，所以那一个叶子基本上会越来越深绿色。当它这样来讲，它的那个食物就很多了，所以那个植物就会开始强壮，明白吗？这样很多人就问我，这样我放的肥料是干嘛呢？其实真的可以需要放肥料嘛？其实要不要放肥料，就要看你的土地有没有肥沃。如果你整天都是怕放那个农药、除草药啊、除菌药啊、除虫药啊，这些很多了，那你的泥土啊，良菌都没有了，没有良菌哪那个营养给你的植物吃？这样你植物吃什么啊？你当个良菌就好像 Grab Car 这样啦，那个 Food Panda 这样啦，他就拿食物给你的植物吃罢了嘛，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的植物、你的泥土是肥沃的，基本上那个良菌都已经够了啊，他拿给你的植物吃，就好像森林那边咯，所以你的植物就变成天生天养了咯，就是这样吧。所以你明白吗？所以肥料为什么？因为你的泥土整天放农药啊，没有良菌啊，所以肥料你放进去啊，它至少有一些营养的。所以你放一公斤的肥料，在我们的当初的我们的报告那边呢，一公斤的肥料它可能吸收50 gram 营养，它要的是那个营养的部分罢了。那如果你放两公斤的话，这样植物变成100 gram 的营养，所以你会看到哇，我的植物成长了啊！你以为一公斤变两公斤，其实是错，其实是50 gram 变成100 gram。那个才重要。所以有一些人说，哎，你放多一点，你放5 kg， 这样问题来了。其实5 kg 的话，肥料的话，它可能的营养只是上到250 gram， 这个植物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它可能要50 gram 100 gram 嘛。但是你放太多那个肥啊，它就会变成什么咸啊，咸啊，太咸了，太咸了过后，植物呢就不能顶了，它是要那个营养的部分才100-200 gram 了，但是那个不要的部分4 kg 5 kg 太多了，它太咸了，所以它会用它叶子的水分来帮它清除掉，所以你会发觉到杆子哦。所以人家讲的肥烧根就是这样咯，这 明白了没有？开始明白了没有？ OK， 所以呢，其实植物呢，它会吸收那个营养的部分呢，其实它有根可以吸收，它有气孔。但是我跟你讲，我去看我很多园主啊，喷的时候，哎呦，我真的是头痛。他们喷叶面肥，他们跟我讲，哦，我问你，这么你叶面肥你怎么喷的？他说他叫做叶面肥，我不是喷叶面呐、啊。其实叶面肥呢，不是喷叶面的，它是喷叶背的。所以如果你每一次喷上面的话，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了，它吸收不到了，怪不得你的植物这样糟，每次你的整棵树青青色。
为什么浪费掉了啊？其实，所以很多人一直在烧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植物的分别，植物的性质他都不懂。这好像我上个星期讲的火龙果，它吸收了营养的时候是傍晚四点到五点，它就会开了了。所以很多人他碰火龙果的时候是早上哦，他说啊，没有人跟我讲。我说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直跟产品导向的 salesman 在处理做吗？每一次你问他们吗？当然不懂啊。你要找那些有学术的吗？就是说研究的人员。他说哎，每次我买的时候都是 salesman 来找我啊。那个叫研究的科学家来啊，很贵的，要几千块的。我说当然啦，你要付费吗？人家不是教你啦。 OK， 所以你明白吗？动物和植物的分别你一定要懂，不然呢你一直在烧钱。所以呢我们其实科学种植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去到你的吧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群组，我们其实就是在教你每一个月啊去测试你要放多少肥料，当放到肥料到真正它的树又成长得很好，它又不缺肥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肥料方程式。所以我都跟你讲，我们在一年之内，我们会教你怎么去找到肥料。通常啦，我们的原主啦，通常是这样啦。平时如果你用两滴肉的肥料的人，最后我们测试了啦，大多数啊，不是一定一样的哈，大多数都是用最后用200 gram 就够了。所以他说，哇，省了 98% 的肥料。这样你的粮菌基本上是不用钱的。我说对啊，很多时候你们浪费太多了，现在肥料又起价，其实你们真的一直在烧钱。你们一定要知道它的使用率到底是多少。所以如果你要懂得它的使用率，你一定要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测试就是由我们怎样带你去做这一种测试的。 OK， 那刚才啊，很多我的原主啊， 我去的时候他第一个问我可不可以 不放肥料嘛，刚才我解释了咯，如果你的土地是肥沃了，基本上你是不用放肥料的。但是很可惜，很多人都喷药，所以呢他还是需要放到一些肥料。但是你要不断的测试，我们就会帮你怎样去测试到最后你的八药的肥料是多少。他问我可以不浇水吗？可以啊，很多八基本上它都有雾水，很多八其实它的植物都不缺水。我会教你看怎么叫做缺水，如果没有缺水的话，那你浇水来干嘛？可以不修枝吗？哦，对啊，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去到我们的原主的时候啊，我们会跟他讲啊，没有修枝的哦。通常我们的树啊大概四年这样啊都没有修枝，我们修枝只有一个原因，要给它开花结果。 OK， 所以第三个基础，植物的天生天养。OK，它是这样的，我刚才不是解释给你听哦。当一个植物健康的话，它得到充足的营养的话，不是肥料啊，是营养啊，它的叶就会很大片，它的叶绿素就很浓了，而且它的嫩度就是说它很有弹性的，而且它的横枝呢可以负担到重量的啊。我们有一个课程是讲到横枝怎么去算负担重量了啊。如果你不懂这边我讲什么，你回去那一个课程。 OK， 我们会讲到树形，会讲到修枝，会给它通风 透光了，而且32个横枝才去顶了。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植物它本身的一个塑形，我们讲的是塑形，你知道吗？植物塑形很重要，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这样啦。我们有一些孩子是很喜欢弹钢琴，有一些孩子是很喜欢读书，有一些孩子是很喜欢踢球，有一些孩子是喜欢打架，哎，不要讲谁好谁坏了啊！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个性格和他的天分一样的，树呢也有自己的树形，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一年的时间，每一次去看你的疤的时候，跟你讲哦，这个要这样做，这个要这样做，跟我们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呢。很多时候最后呢他们会知道哦，原来原主他还发觉到原来横枝不可以剪的哦，人家讲的什么V 枝啊，什么平行枝啊，逆行枝全部都不剪的哦，那去顶也不是乱乱去顶的哦，都有一个方程式要怎么做的。所以我们也教我们的原主怎样做授粉，怎样做修枝，让它可以糖的浓度提高，所以它就开花结果了，这个就是秘诀了哦。所以
我们要在实地，在你的园里面才可以说给你看。所以我们很多园主啦很开心哦，现在他一收完他的果，他马上就有新的花。所以呢，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 Facebook 啊，一直在面子书一直在讲什么反季节反季节啊，你吹大炮啊什么什么，其实我们的园主很多都做到了的，真正会做的人是静静做。那些啊，好像人家讲了，你打一个桶，如果那个水是满的，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如果那个水是一半的啊，声音很多的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的园主啦，每一次都我去那边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你如果你已经懂了修枝，你知道怎样去控制开花结果，你知道怎样反季节的时候，你静静做。太多人知道的话，这样你就反季节就不特别了咯。你要反季节是为什么？因为别人没有榴莲，你有榴莲，你才价钱好嘛，对不对？所以植物的天生天养还有一个东西你要注意的，就是裂皮。很多人，我发觉到很多园主啦，他们在面子书那边还讲说，哦，你可以买这个药水来洗掉这个青苔啊、红苔啊、什么苔啊，还有这个什么啊、金钱草啊，还是什么哇，怎样做？其实我跟你讲啦，那个东西只是解决征兆，它解决不到它真正的原因。他们说如果有那个金钱草啊，有那个什么苔什么苔啊，榴莲不能结果，会影响它，所以一定要解决。其实我说可以啊，你解决，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解决到真正的问题。其实真正的树当它成长的时候，它就会裂皮，当它裂皮的话，这些什么青苔啊、金钱草它就会掉下来。你的没有掉下来，因为你的树没有成长，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给你的树成长，它自然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了的。你要做到你的树呢，真正的可以成长，真正的可以天生天养才可以的。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话，好像什么坏菌啊或者虫害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怎样去找出来，你要听一下你的植物的声音，你要治标治本的。 OK， 所以你看啊，这边呢，在植物的天生天养那边有什么问题呢？很多人都误解了，他们很多误解都是说标芽不是成长吗？其实标芽不重要了，对我们来讲标芽只是长一个新叶子的，但是叶子大和深绿色和嫩度和走根才是最重要的。 OK， 过后呢啊，他我上次有一个啊，他真的是要来挑战的，他跟我讲，然后你讲到这样厉害，讲到天花乱坠，这样我问你了，没有发酵的鸡粪可以用吗？你知道吗？我当我听到这个问题了，我就知道这个人来搞事的。为什么？你看啊，我就直接答他，如果我答没有发酵的鸡粪可以用，这样你就会跟我讲，很多人直接用了没有发酵的鸡粪，直接那个榴莲树马上死嘛，对吗？如果我答没有发酵的鸡粪不可以用，你会讲，哎，我阿公阿妈就是用没有发酵的鸡粪的，你看现在榴莲树这么大，还可以有榴莲给我吃，这你讲错了。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有一些人问我这个问题，没有发酵的鸡粪可以用吗？我答可以也是，答不能也是。最后你知道跟他，我跟他讲什么？好，如果你想学东西呢，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给你答案。他说这样是可以还是不能呢？我说两个都不是。是这样的，没有发酵的鸡粪在以前你阿公阿妈的时代，他其实有没有坏的菌在里面？有。但是他放下泥土的时候呢，泥土有良菌去帮你打这个坏菌，就是有良菌帮你解毒。但是现在你很多疤他都有用农药，他基本上的地上是没有良菌，所以你一放下去没有良菌帮你解毒，你的植物就会死，这个就是答案。我说你如果去面对普通的人你可以解释，但是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会告诉你那个真正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些园主就跟我讲，你讲的简单做就很难了、啊、我们是做的人呢，然后但你讲话很简单不了吗？你有种过吗？他问我有没有种过榴莲树，我就跟他讲了，其实我们是做研究的，我们是专门研究，不单止榴莲，我们就像油棕啊、火龙果，什么植物我们都研究，我们也研究很多泥土。但是你知道吗？
我想问你啦，你真的觉得要动手做的人才厉害吗？这样我就问他，我们的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双子塔 KLCC 画的人啊，画的是不是工程师？我问你啦，画的工程师有没有，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叠砖？吉隆坡塔画出来的人会不会叠砖？会不会拉电线？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专长。我虽然没有种树，但是我懂得那一个植物应该怎样去处理，你才会得到一个好的这一个。所以 你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时候真的是简单，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对了一个讲理念的科学家的话，我们讲的东西都有根据，都有研究，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科学种植是根据大数据的理念，就是说我们很多研究已经试过的方式，我们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 OK， 现在你看啊，我给你看，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的园主测试的，他的园呢种了蛀星虫，所以每一次他的树呢忽然间会整秋的叶子全部枯死了。过后呢，我们怎样，我跟那个园主哦一起，虽然我没有去到他的吧，我在线上就会有那个，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定的群组，我们在改他，而这个群组真的，这个园主啊真的很有心去把整个视频拍下来，他怎样一步一步接近这一个蛀星虫的解决方式。所以我给你看，一开始是他发现问题，过后他就问我那个源头到底是怎样的，我就给他一个图片啊，你看啊，给你看。这个啊，这个是剪下来的，我剪下面一点，可以看他吃到下面的。对呀，啊，这边也是有种的，因为他这边有花点了嘛，然后就往下面吃到下面了，啊。它虫在里面。对了，蛀星虫。啊，过后呢，他就问我蛀星虫是长的样子的啊？刚才那个黑黑色，有注意到吗？啊，黑黑色，它的就是它的那虫在里面，母虫是这样的。蛀星虫。啊，母虫是这样的。看到吗？所以他就去找，那过后他就问我树枝里面有什么标吗？我说 OK， 有那些瘤子啊，有粪便啊，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他拍到的视频，他真的拍到。所以你知道吗？他拍到了第一件事呢，他就上传，过后他还拍到他下蛋哦。那我跟你讲啊，你会在很多很多地方啊，你会看到人家讲蛀星虫啊，杀伤力很大啊，但是你没有亲眼的见过那个视频。哦，原来是这样了，很多时候你看那照片不了吗？所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讲科学种植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的园主一起共同努力把它建立起来的。你看这个园主啦，他可以不拍视频吗？他解决就可以了吗？但是为什么他拍？因为他要贡献在我们的大数据。